方面啊，我们作为顾客过来嘛，觉得宠物很可爱，但是如果是站在宠物的角度的话，就觉得他们每天这样营业还是挺辛苦的，就是我觉得店家呢就可以就是缩短一下营业的时间，不要让这些小动物这么辛苦。因为就大家喜欢这个鸭鸭嘛，一开始那只就是从小养到大那只鸭鸭，就让我们就想到还可以就是开一个这种鸭鸭的咖啡厅。Yeah.